好的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后面留给第四组。对，他说你们想选什么就。对，下一组我们就蒙面跳我们双面偶像的歌。双面那首吗？随便哪首，就随便放，碰台对吧？随便放。这里刚好是咖啡厅 Night Tonight 跟美杜莎。无所谓啊，都会啊。哦。那你蒙眼跳，蒙眼跳 MC Queen。那我们给搜狐一个单独的 solo unit 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想唱 MC Queen 很久了。他想唱 MC Queen， 他在加速就说过，现在开始了，没有关系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让控台随便放，好，随便啊，对，然后那我们先选择一下分队好不好？就是你放伴奏也都 OK 的，好，他有双唱，那个待会没有开玩笑啦，开玩笑 ，solo 的只能放是伴奏好吗？好，不然的话我们高总就要扣工资哦。可以，好，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凑都不扣，我们来分一下组好不好？分一下组。那肯定是唱歌好的站一边，跳舞好的站一边啦。完了，都不好的一边，都不好的你来当什么偶像？两半。哦，唱歌好，唱歌好的站哪边呀？站这边。那我只能迫于无奈选跳舞好了。跳舞好的有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们都好，但是更喜欢唱歌，都挺好。就是搜搜喜欢站中间，搜搜站中间。那我们就蒙眼跳吧，中间分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多了一个人哎，没有啊，就八个人，哪里来的朋友？哦，这朋友你好，朋友你好，我手往前面站一点。哎，你的头发你们看不到吗？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你看，这是他留下的一个痕迹。朋友，请你说句话。我挺好的。好，谢谢。他说我们开始吧。对，那你去回去休息一下。好。他该长个了，他跑 MC。那我们要怎么样？就是蒙眼。蒙眼，我们有眼罩吗？我们应该可能也许。我们没这条。哎，去拿张卫生纸。我去找一找。好，那卫生纸可以透光。怎么蒙着眼睛呀、啊？所以我们定一个什么曲目呢？我们定一个我觉得会随机放。除了 MC Queen 以外的随便什么曲目。好哟。可以吗 ？Unit 还是大哥？可以，你这么不喜欢你的 Unit 呀？哦，就是我的 Unit， 我只跳了一次，感觉还可以。羡慕公司给 solo， 就是时间太长、哦。真的是好羡慕呀！不用羡慕，我都是靠我的美貌争取来的。嗯，眉毛，你有眉毛？对，今天画得很努力了，有吗？哇，你好聪明！你从谁嘴上扒下来的？哪组先开始？你们一组吧，这样吧，我们一组两个，一组两个，两个吗？但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跳的对不对啊？就是你们那边，他们也看了100场呀。哦，他们说我这是第一场，就是你们对两个，我们对两个来 PK 好不好？我们自己接住了，你带两个。我们先吗？你们俩先吧，你们俩。你们俩先。我丢，因为从中间切。不要小心。你有信心吗，佩佩？我非常有信心，因为我们那你为什么不第一个来？因为我要先把好的留在垫底。好的，你去秒杀他们，就是田忌赛吗？你可以一个 PK 掉他们四个。哎，对。大乔刚才问我眼妆会花，我不行。这样，看看他们啊，他们是两个小宝宝，那你们也就我们也两个小宝宝吧。哎、没办法，长得比较嫩，好吧。讨厌。哎呀，我们这对派出我们是支持你们，对。我是哇，我也未成年呢，我只有3岁。哎呦，我比你大，我8岁。可以吗？为什么这还系了个结？是可能脸比较小吗？看见吗？见证我脸小的时候到了。看得见，看不见。这是姐，她在里面闭着眼的，我发誓。脸很小。好，这是几？这是几？3。无理取闹，这样，这是几？你在说啥？好了，我们开始。你又不是听不见。来，你来我们队，我们队加油加油！注意安全哦，你们。来，我站在往后一点吧，往后一点。是要跳站位还是只跳舞蹈啊？你可以凭自己的印象。要是有本事跳站位，你就赢了。哇，那我要。然后他就播了一个咖啡厅，不是一号位，不知道。我们在前面保他们不要掉下去。那个音乐就拜托我们控台准备一下。
不要乱跑。那么在准备的期间，你是不是要偏？你是可以了，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就让他换阵地。我想摸一下我的，我觉得这个口罩有一股味道。他们的移动，你现在在零。接下来他们的移动，我们都不要。好，你干扰，小心哦，你小心啊。让他随便。这边是观众，这边是观众，不是。好了，开始吧，我们开始吧。Okay。猪猪在哪里？给我一点安全感。哇！随便想跳哪个位置就行。怎么刚好是我没跳过的？六七八。哦！你们看朱一旭的。撞到了是猪猪还是别人？我以为我撞到那边了。我好累。你是说我们俊宏是墙？你说什么？我刚刚撞到一个墙，我想我怎么跑了那么远？是在那儿，我在这儿啊，谁把我挑到那的？你自己跑。你知道吗？你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想跳 C， 所以想推开门。对，我以为是，我也以为是。真的很厉害，你们觉得谁赢了？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我好开心。再来一首。下次的 C 就是你。哎、啊，你是 C 哈、哦？忘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就到了我们佩佩的巅峰时刻。啊，你呢？他说他一个人打四个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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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一定要拿出比洪俊更高的专业素养。前辈好。我才加油努力，这样你才有可能赢过对方的人。好好好，我们不是已经赢了吗？我们还有对方是谁啊？哦，高原静。还有一个机会。可是我觉得搜搜你感觉很轻蔑的样子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你的 night night 很棒。搜搜为什么跑？就是有点黑，其他都蛮好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搜搜跑了？他去哪？传承这个有味道的口罩。我啊，没有啊。我开个玩笑，这是草莓味的，快接住。好可怕呀，搜搜呢？对，搜搜他说让我先战斗一会儿。搜搜他战斗一会儿，他让我他害怕了。哎，他刚让我们拖点场子，你们就找他去了。他想逃跑？不是的，没有没有。好，那个可嘉把那个口罩给搜搜，有没有什么狠话想要放一下？佩佩上。大乔上，其实不能输。凶他。没有，我们大乔已经就是。PK 输掉，搜搜好紧张啊，呼吸不了了呢。我觉得我现在像一个可爱哦，为什么？盗圣，就盗圣都是这个样子。偷东西的是吗？啊，佩佩有什么狠话想要放的？实力，靠实力说话。
让你们看一下，然后麦就闭掉了，让你们看一下小分队训练的结果。祝你平安是吗？跳了100场，你呢？我200场达成了呀。你呢？我早就达成了呀。我也是。好，那我们来吧，来吧，话不多说。我帮你带。你想从哪开始？你想站在哪里开始？做人先从16号位做起吧。去侧台吧，我们随机把你们拉到一个位置吧。我就是这个位置的。好，谢谢你站着。不能输。你说什么了？我才是这个位置。我们是在排什么一字吗？这谁？说不说？来来来，往前走。往前没事，往前往前往前。你们是不是都在争零？都下去吧，下去。主持人闪开，我怕踩到你们。来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来吧，佩佩，你小心一点。我们确定这样不会打起来吗？你就别，就不要太往前了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这是要跳什么？娶谁？这个世界好。接下来眼睛全花，我眼睛流汗了都。我也是，我们俩像蒸了桑拿一样。打不赛啊！我只听到高原俊从头在尾在唱歌，因为我是歌姬组的呀。歌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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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爱你。不喜欢吗？这口罩
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打我！我觉得你踩我，打我，你踩我，谁踩你了？刚刚松松不是我，我觉得不是你，因为我的心电感应没感觉到。对，因为你感觉是，就是你感觉是38码的鞋在踩你，但是我是36码的，我感觉是37码在踩我。谁？我36，我也是36，你肯定37，你抬脚我看看。对，就是你这个脚是备用，不是这个是备用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不是我，就是你这个款式踩的我。不，我没有感觉到，我只感觉到有一块石头硌到了。那就是我，别人都叫我石头你，就是脚如磐石一般。好的，就是你，给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开始练踩气球了吗？啊，不许说！我跟他说是，我跟他说是一个高智商需要谋略的一个项目，还需要一点那个红板石。我想要问你的反图，到时候都是需要谋略，需要胆识，需要策略、策划。从刚刚的还有团队尝试中看来是没有钱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哎，你去不了是吧？对，啊，不能忍，我不是故意讲的，只是我不是很想去。这样啊？但是公司让我先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，公司就让我不用去了。啊，好惨呀！公司给你 solo， 我想要 solo 没有，本来我是 solo 的，就这样把我换了下来。就是，还让你去跳 night to night， 气死我了！还让我去运动会，明知道我什么都不会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没有啊，公司很爱你的，你不要这样子想公司。我觉得我这样想公司很好，公司对我那么好，你不要这样子说公司才对。没有啊，公司，你老说公司不给你 solo， 不给你机会，你不想去还非要让你去，老是强迫你。但其实公司都是为了你好，怕你。怕你不够火、哦，可是我觉得公司给了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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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！周总想神经病啊！周总说再聊下去我上来，再聊下去我上来去跳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样这一局 PK 怎么样？谁赢了？哎呀，小分队没白练。你知道你败在哪儿了吗？70万就学了点这个东西。其实是蒙着眼跳公演曲，然后给大家反馈一下没了，然后 MV 也是大家都是这样的。哎，你们有 MV 吗？不，你要相信你的粉丝，你这个没有 MV， 你总选还会有 MV 的。谢谢你的祝福。对的对的，好，那看来今年要出一下国了。是啊，你今年就要升为殿堂了。对，那么这一局我们都批完了吧？对对，那我们就1-1平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们赢了。没有，刚刚夜喵赢了。然后求求你们就此结束吧。对。